不错，给你攻的时候还是有把握机会，不错。我不行啊，我要断气了。啊，不行，攻防都不行，脚步也不行，啥都不行。啊，加油！我跟你说嘛，我会马来西亚。不知道。明年而已。决定了。不想留，原本是有想留吗？ 原本没想留，学本也没想留，但原本可能打算留到七月吧。哦。然后就觉得感觉，如果没有想要就是申请PR什么的，长期留下来没用，也没用啊。对啊。对。所以这边工作机会不多，因为你没有 PR。对 对。所以不如就回去，如果要不留的话，就回去找工作比较好。对。我是这样子。对啊。所以你是几岁？ 差不多啦，回去是刚读完 bachelor， 还是 master 毕业，差不多啊。二月要回去啊。那你去不回来啊？怎么？没有毕业，没有工作。而且没有，我也没有想要升这些毕业。哦。可是问题是，不知道哎。看哪，看个人选择啊。但是我觉得这边的环境还是好一点，跟马来西亚比。但是还是很偏远，不知道，感觉离不开马来西亚。哦。那你回去你不能跟我们打。哎呀。
等那等我可能回去我找一个教练，然后哦，然后你回来然后打赢我们，打赢你们就算了啦，打赢我们就退休，打赢你们就算了的，可以拿十个差不多。OK OK， 我你回去之前我先让你拿十分。打完了，打完了，好，换人，换我。干嘛？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打完，没打完。慢慢球，这么厉害，好长期的游戏。所以你要去悉尼找 Frank 一下吗？他应该会，他回中国前他应该过来了。他1月20多号飞嘛。哦。啊？他也要走了？对啊。那他女朋友怎么办 ？OK， 算了，这种事我也干过，所以不能。干嘛？你要替他照顾吗？没有啊，我说这种事我。